人真气死人了。太阳到达，帮人。不要去比较，兄弟啊，真不要去比较。那人家两年换个法拉利，我他妈两年。法拉利他妈啥都干不了，人要活在当下。你要知道，马云躺在床上吹着空调，钱照样收。你他妈在这往干一夜，跟人家简直就没法比。你去比较的话，你会钻个地缝，钻进去的屎都感觉浪费空间，知道不？好吧，好吧。啊，再见。你辣椒要不要？不要去比较，人要活在当下，知道吧？跟谁去比较？辣椒要。跟别人比较，比较你他妈！我们运营都不服我们去了，我们可能不能再搞了，咱们俩再搞。他说来句，人家两年换个法拉利，你还没看过一天换个法拉利。刚刚出去了一个消息，你拦截成功了。对呀，我也吃好了。